好，我们又要迎接周末假期了，到底这个周末假期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不赶快这张图就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周末两天看起来全台的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只有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北台湾比较集中在呢像是大台北东侧还有山区的部分，至于东半部地区呢可能稍微还是要留意一下，云层会比较偏多，不时会有一点点飘雨的状况，但整体来说并不是一整天都不会看到阳光，是有机会在云层的缝隙当中看到一点点阳光的。那这个周末两天要留意什么样的天气重点呢？就特别要提醒您留意空气品质了。我们下一张图带您来看到，最主要呢因为呢高压回流的一个环境哦，也就是高压出海之后，今天偏东风，周末两天甚至吹起了东南风、偏南风，再加上风速都比较偏弱的关系哦，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呢今天其实空气品质就已经糟糕了，明天开始吹起了东南风、偏南风呢，这空气品质不好的区块也就背风侧呢会往北台湾来扩散。你可以看到呢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可能这个周末两天呢也要留意，如果你是过敏儿或者家中呢也有过敏族群的话，外出就要做好呼吸防护了。那另外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两天也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虽然今天北台湾云层比较偏厚哦，所以呢可能觉得一整天温度比较偏凉，但是明天开始水汽会稍微的减少，有机会呢有太阳的加温之下呢日夜温差也会稍微的扩大。温度曲线呢我们先来看到是中南部地区，我们今天换个面向先来看到中南部地区的温度曲线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周末两天呢基本上都可以站上26-27度以上的白天高温，当然局部地区呢像是近山区的平地都可以站上30度的高温，但是日夜温差就要留意了。至于呢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周末假期呢都可以来到26度以上白天的温度，但是注意到了，你可以看到来到下周一呢北台湾的温度曲线溜滑梯，一口气掉到白天高温不到20度了。为什么？因为在周日的晚间我们不停地告诉大家要变天了。地面天气图带您进一步来看啊，您可以看到3月17号，也就是呢周日晚上的8点钟，有一道锋面逐渐南压靠近台湾，预计在周日的深夜到下周一它会掠过台湾，接着北方的冷空气南下。所以呢整体来说这个周末两天的天气不错，但是周日的行程尽早结束，因为越晚看起来天气会越不稳定。紧接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您，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22-26度，清晨还是偏凉。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南台湾的部分留意日夜温差可以来到10度左右的日夜温差，东半部地区云多偶雨。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夜晚清晨提醒您要留意比较容易出现浓雾跟低云，影响行车视线还有航班资讯。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